大力，大力，你们那情况怎么样？好，不要惊动他们，一定盯紧了。 那他俩都不是，那就是老七了。你正经点，开什么玩笑？不是，老七，你说咱们屋就这几个人，你说那能是谁呀？好了，这个事儿暂时就不说了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山里的木头一定要藏好。 找机会，咱们把它运出来，听到没有？行行行，放心吧，大哥，已经安排好了，人已经上山了。慢点。
说话。所长，所长，我们发现一些木材。好，继续查找。厂长，厂长，我们发现一处藏木材的地方。明白。是。班委长，部长，厂长，厂长，查二跑了。为啥不说？你让我说什么呀？那你来干啥？我给你这个月的工作计划。啥计划？这计划还有啥用啊？那刘厂长把我的财路都给堵死了。还计划计划计划，一点用都没有了。刘厂长，这个刘厂长，你堵死了我的财路，瞎了你的狗眼。咱们走着瞧。走着瞧。长儿，你被暴露了。我？你？他们已经怀疑上你了。你咋知道的？还我咋知道？长儿，你想一想，他们已经知道了你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啊，特意把搜山的事儿跟你说了，啊，你呢肯定会向我报告的，而我呢会立刻组织人把山上的木材运走，这样被他们盯上了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啊？我真是傻到家了，嗯，上了这么一当。这老板来电话骂我是真对呀，我真是蠢到家了呀。那么以后我咋整啊我呀？还你咋整？今后我们咋整都不知道了。这不完犊子了吗？说，你们到山里偷运木材，这是谁让你们这么干的？我不敢说。有啥不敢说的？你放心，我们给你保密。说吧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啊，你可想好了。想好了，你就痛快的说。你要是不说，就冲你上山盗伐毁林这个事儿，就够你到监狱待一阵子了。我说是吴瘸子让我干的。他咋说的？他说让我们把木材藏起来，他就给我们钱。他真是这么说的吗？他真是这么说的。好，让他签字。啊，是不是你说的？这是拘留证，签字吧。你们凭什么拘留我？啊！你涉嫌盗伐林木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我盗伐林木？哼！你放心，我们绝不是冤枉你，我们有证据和证人。你把证人找来，我看看来。你跟我们耍呢？证人是给你看的吗？签字。刘长征。你行，啊！走，大哥，大哥，站！怎么的？你俩也想跟我们走啊？
派出所凭啥把我这个护理员给撤了啊？凭啥？你不知道啊？你说凭啥？啊？你说你成天的跟吴瘸子在一块混啊？你说你能混出过啥来你啊？那吴瘸子让派出所抓起来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张二啊，你如果再跟他混下去，你也得这样，知道不？那我可就没啥事干了。那林场咋得给我安排个活吧，啊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上哪挣钱呢？没有钱的话，我上哪吃饭呢？那不行的话，我以后就在你们家吃了。你看，你个臭小子，我家饭你还少吃了？不是，那咋整？林场咋得给我饭吃吧？你说，这林场你能干啥？哎呀，这副队长。你肯定是不能让我干，行行行啊，那别的我也不愿意干，我就是想当护理员。啥？你快点给我歇着吧，你要是再当护理员呢，你就得把我这个山给卖了，你信不信？你这嗑唠的，你唠反了，你这嗑，你这不是熟没啊？英子，哎，饺子熟了，来给你三虎哥送去。妈，我虎子哥在家呢，在鹿场呢，你快点去吧。啊，快点去，别拖了啊。啊，不是干啥干啥呀？就想着这三虎，那我也没吃饭呢。老年班，啊，你真的要走了？啊，要走了。吴瘸子，他都被抓起来了，我还搁这干啥呀？你要是走了，还来不来看我了？小荣啊，你为啥不离开他呢？我现在还不能走。你舍不得离开这儿啊？不是。那是为啥呀？我要报仇。报仇？英子，你咋来了呢？有事啊？没事就不能来了？没事儿，你也从不上我这儿来呀。我妈让我给你送饺子。还是我婶儿好，就我婶儿惦记我。啊，你的意思我就不想你了？那行了，饺子你也别吃。喂喂，英子，别走啊！这饺子味儿我都闻着了，哪能说走就走呢？嗯，好吃。哎，咋的？就给吃一个呀？洗手去。啊，这个，小丽。啊。班长。呀，大力来了。啊，做饭。啊。张伟和石头呢？他俩看林子还没回来呢，就整点饭。啊。你跟我出来，我跟你说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出来，我跟你说。不，啥事在这说呗。你看这人，团长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得实事求是跟我说。不是你咋的了？你这一脸严肃的，啥事儿？
你有女人了吧？啊？说话，你到底有没有女人？你这在听谁说的？哎，长征啊，你说你有女人了，你不跟别人说行，那咋还不跟我吱一声呢？啊？你嫂子还到处给你介绍对象呢。哎，我说你这保密工作做的是不是有点太保密了啊？你说你这个人呢，这回你嫂子可是跟我生了大气了。哎，嫂子为啥生气啊？为啥？你说你有女人了，她哪知道啊？她还一趟一趟的跑到医院去找人家田英，给你说亲呢。要不是人家田英跟我们说你有女人了，我们哪知道啊？你说你这个人呐，你可真行你。那个女人咋样啊？挺好的。行啊，只要你自己满意，那就行啊。做饭去吧，孩子还饿着呢。我回去了。你不在这吃啊？我不在这吃。你嫂子把菜都炒好了，快坐去吧。英子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英子，这婚姻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大事儿。要是能找一个好人，能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；要是找不好，那可就遭了罪了。是啊，我听人家说。是不是夫妻，上天早就给安排好了。那月老啊，早就把红线给那男男女女的都拴好了。你成也得成，不成也得成。这话说的有道理啊。要不怎么说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呢？英子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刘长征是条汉子，也是个好人。我觉着他挺不错的。郑山虎，我告诉你，再怎么样用不着你给我保媒。英子，英子。说石头，你到底会不会洗衣服啊？让哥教教你。你笑啥？你笑啥？你看你那笨样，就你这样的，还和所长去破那贩毒的案子，没让人给你抓起来啊？哎，你咋不跟我对付呢？我是懒得勒你。哎呀，石头，我知道。没跟所长去办那个案子，心里就一直憋了一口气。你要是这口气出不来，我是没好了。你是没好日子过了。你再闹，再闹我给你揪下来。政委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你说啥事儿？咱们所长是不是有女人了？谁说的？淑芬嫂子说的。淑芬嫂子说的。啊。淑芬嫂子说是听田大夫说的，田大夫说的，啊，说田大夫亲眼看见的吗？亲眼看着的，啊，他从哪看着的？咱们天天跟所长在一起，没看着啊。他从哪看着的？在县里的街上，说那女的还挽着咱们所长的胳膊。对了，说你也在啊。啊，对，是有这事儿。真的，真的，我也在他们旁边。石头，不用想了，我告诉你咋回事。那个女的吧，是跟我们接头的，她吧是怕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所以才挽着所长胳膊的。这么说，这事儿让田大夫看着了啊？
哎呦，这可不好办了。我跟你说吧，就因为这个事儿啊，淑芬嫂子还生咱们所长气呢。你知道吗，老年班？在南方有一种美容院，表面上看上去是美容院，其实就是我跑过几次都被他们给抓回来了，每一次他们把我抓回来都往死里打我，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变得人不人鬼不鬼。那你后来是咋跑出来的？后来那家美容院被公安机关给捣毁了，我就跑出来了。那你到松林镇来干啥呀？为了报仇。报仇？那个人是咱松林镇的呀？对。他是谁呀？陈果。啊？是他？我来以后我才发现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他身边还有一群像吴瘸子这样的流氓，所以我只有先忍下来，让他给我找个事儿做，他就把我安排在吴瘸子这儿了。那你在这儿待着，咋报仇啊？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
没想到陈光的势力这么大。吴瘸子他们偷树、偷猎、贩毒，都是陈光指使的。他们哪来那么多钱啊？都不是正道上来的。我一样一样把他们的犯罪记录都给他记下来了，一旦有机会，我就去告发他们。那你咋不到派出所找刘长征告发他呢？老念吧，你太实在了。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刘长征能整得过陈光？你知道陈光他爸是干啥的吗？干啥的呀？是咱们县里的县长。我的天哪，这里的事儿这么复杂呀？那你还咋报仇了？我现在待在这儿，就是记录他们的犯罪事实。再一个呢，就是挣钱准备路费。一旦我抓住他们的有力证据，我就到上面去告发他们。我就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就没人管他们了。我要告不到他，我就一刀捅了他。小荣啊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啊。老年班，今天我告诉你这么多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一旦我要出啥事儿，你一定要把我的记录本给我保存好，就藏在我的箱子里。啊，咋的，老年班，你怕了？你要是怕了，就当我没说。我不怕，小荣，我跟你说，我不走了，我和你一起报仇。真的吗，老念板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我陪你。那谢谢你，小荣，我老念板窝窝囊囊的活到这么大，没做一件有出息的事儿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堂堂正正的做回男人，做一个真正的男人。那啥，张伟，你说那个女的不是长征的女人？当然了，那个女人不是我们所长的女人。嫂子，你啥时候看我张伟撒过谎？我能跟石头似的吗？不是，那我什么时候撒过谎啊？行了，这个事儿啊，整明白就行了。嫂子，所长和田太有事儿，我看你还得出面给说和说和。这事儿我看就得你去啊。这事儿啊，都整明白了。哎呀，算我冤枉长征了。这事儿啊，我就继续管下去。哎，嫂子。我替我们所长以饭代酒，嗯，敬你们一碗。哎，好，带我来，来来来，我也来一个，我也来一个。快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多吃点啊！吃点这个。你是为了吴瘸子这件事儿才到县里来的吧？得把他整出来，有些事儿啊，我办不了，我得抓紧时间，在临走前呢，把有些事情处理干净了。那你赶紧给我弄点钱吧，我在这实在是待不下去了，这公安局到处在找我呢。现在挣钱有难度。咱们那批货该出手就出手吧，还是钱放在自己手里把握。拿什么出手？我在山里藏的木材都被他们给抄去了。那咋办？这没有钱我也走不了啊。我可告诉你，我要是被抓了，你也跑不了。陈光，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呀。嗯，
陈光，有件事儿，我告诉你啊。哎呀，说吧。我呀，在公司藏了十几张紫貂皮，你把它卖了，钱呢，咱俩一人一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文静，你行，你可真行啊，你挺黑啊，货呢？那，你得答应我。钱，咱俩一人一半。我答应。我住的那个房间，屋里有一张壁画，你还记得吧？哦。壁画后面有个小柜儿，东西都在那里面呢。文静，其实你一直啊，就对我藏个心眼儿，这么多年。好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你好，有什么需要？你好，服务员，麻烦你点事儿。你看这个人在你们酒店住吗？在，我帮您查一下。在203。他在房间吗？嗯，不在，出去了。哦，麻烦你把他的房间门给我打开一下好吗？嗯，不可以，我们酒店有规定，客人不在不准去开门。我是江山森林公安局的。喝点水啊！哎，小官啊，我问你件事啊。你们松林镇有个自强不息的残疾人，靠自己的努力办了个饭店，我听说办的还不错。可是因为得罪了刘长征，时常受到迫害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哼，你说的是吴瘸子吧？啊，对对，好像是姓吴啊。这个人我认识。是我们镇里的一霸，一个极不守本分的人。刘长征没有迫害他，是因为他不遵纪守法。哦，怎么，陈县长认识他？啊，不认识，我只是听说。因为他聚众斗殴，被森林公安局拘留了。听说松林镇最近盗伐毁林的现象时有发生啊，而且社会治安也出了些问题。我还听说你们松林镇派出所那个所长是个有问题的人，啊，后来又派回来，是吧？这个他还工作上不负责任，只顾谈恋爱。是，刘长征是有点事儿。可后来听说这个事儿有点出入，说是正在调查中。森林公安局又把他派回松林镇，就说明他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定。不过，这么个有个问题的人，他能够干好工作吗？啊，刘长征在工作上还是很有能力的。哎，小光最近怎么样？我听说，他那个公司挂靠到林场去了，哎，效益还不错吧？对，陈光那公司啊，刚开始办的还不错，可是自打挂靠到我们林场以后啊，出现了一些问题。问题？当然。我也有责任。哎，你说什么问题啊？是有关木材的事儿。哎，你把话说得清楚一点。有关一些盗伐森林的案子
和他有些牵扯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别的，别的还没听说。哦。二五六，二五七，无瘸子进监狱。大毛，这无瘸子被抓，咱们镇里消停不少。嗯，那帮玩意儿再也不敢出闹事了。这刘所长真行，真把他们给收拾住了。无瘸子也不是好惹的。哎，有什么不好惹的？不也是让刘所长送监狱去了吗？为咱们老百姓出了一大汗。监狱小皮球，家小鸡，马连开。小朋友们好啊，玩什么呢？不玩了。三哥。下棋呢？怪了，我是凶神恶煞呀，见了我都跑啊。溜子，老七，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过吧，给警察他们点面子啊，陪他们到县里走一趟，怎么样？这不，我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啊！看看怎么样？我说过吗？大哥就是大哥，没事儿了。太本事了，大哥，这段时候你也不在啊。这饭店呢，我跟六子管着，你看看怎么样？还真不错啊，六子是吧？大哥，你是不知道啊。为了这事，我特意给他们开个会。什么六子？你还开过会啊？哎呦，你这管理还上档次了啊！还挺厉害啊！这算啥？小意思。昌啊，你咋样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这阵子我活得太憋屈了。那啥，我那个护林员让人给撤了，那个田队长安排我到作业队去抬木头去，你说我能干那活吗？啊，好了吧唧的话，我也是有身份的人呢。你拉倒吧，你有啥身份呢？你，我没身份我，啊，行，你有，你有身份。是，哎，这话说回来了，那玩意儿我也抬不动啊。那个，哎，吴老板，这回你回来了，我总算有出头之日了。昌儿啊，你只要好好跟着我干。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啊！哎呀，吴老板，你这句话那说的我心里边暖暖的。进来。哎呀，长征来了，我知道你也该来了。知道我要来啊？啊，那吴瘸子放回去了，你不得到我这儿来问一问？怎么回事吗？局长，我就是为这事来的。为啥要把他放回去啊？长征啊，法律上明确规定，拘留是有时间限制的，这是其一。这二嘛，你们也没有抓住他更有利的事实，判他刑，让他伏法呀。啊？这第三嘛，有几个人给我打电话来，替他说情，走门子。我也就顺水推舟给他个人情，让他走了。局长啊，这吴瘸子他可是长征啊，你想过没有？你们把他抓起来，你的工作就算完事儿了吗？你们把他抓起来了，你们松林镇就没有盗伐林木案件了吗？你们把他抓起来了，他就终止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了吗？啊？这些天有人替他说情，一下提醒了。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团伙，在社会上他们还有保护伞呢。要想彻底摧毁他们这个团伙，只抓一个无瘸子不行，要让他们这个团伙都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长征啊，我把无瘸子放回去自有我的道理，我希望你能理解，能明白。局长，你这么一说吧，我就明白了，我心里有数了。
的背影，谁的轻伤，谁的长路，谁的誓言，谁的梦想，和这清泉流向永远。谁的灵涛，谁的心田，谁的绿叶，谁的双肩，谁的微笑，和这生命把山林浸染。满目青山，等你回头看，你的身影已融入在里面。满目青山，等你青山，等你回头看，你的身影已融入在里边。满目青山，等你回头看，山林绿了一年又一年，只把你轻声唤醒。